那天跟大家推荐的是拉朱里的雪地靴。然后为什么推他们家的呢？他们家的一样也是说有防水的功能在。另外的话呢，你看它的毛做得非常的厚，然后它的鞋底的话呢是80%的牛筋跟20%的橡胶，它的指滑度做得非常好。另外它的鞋底啊跟鞋子本身它也做同样的颜色，它细节做得比较多一点。这个可能拍不太清楚，可是其实他们家的款式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气垫在里面的，所以你穿起来的话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。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优点就是它的鞋垫可以拆，它这是天然橡胶的鞋垫，可以拆下来。所以 UGG 一般来讲我们都是不穿袜子嘛，你如果久了就可能会有一些脚汗，虽然你会可以洗它，但是鞋垫的话不好洗，它这可以拆，你到时候如果说穿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可以换，会比较 OK 一点。